今天吃鸡的人肯定是我。胡说八道，明明是我。我看你们才是胡说，我布丁才是美食村第一枪神。不呸！我就看你们装。哇，一下来就捡到 RPG 还有三级甲，这下不吃鸡都难了。今天我们不仅要吃鸡，还有钢枪吃鸡。今天小王子就不狗分了，毕竟狗的都快忘记自己的实力了。实力，小王子，只要有我在，这局游戏已经看到底了，赢家肯定是我。牛，还是你会吹啊？我们收集物资，既然是钢枪，那药包子弹是必不可少的。小王子，吃我一枪！我去，居然被罚组队！哎，谁打我？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是小王子。小王子，你给我等着！奶瓶布丁现在组队了，我一个人势单力薄，只能逐个击破。不过我有踏步罗在手，这局的话还很轻松的。哎，啥东西？怎么还有僵尸 NPC 呀？哎，前面还有小粉丝，别跑别跑！哎，橙子别跑！预判橙子的走位，我去，谁呀？抢我的人头！丑毛豆！来，打我啊！哎，打不过，打不过！箱子有三级头三级甲，带上！丑毛豆，我看你往哪跑！躲在里面是吧？治我一炮，给你炸出来吧！别，我再也不会抢人头了。现在知道错了吧？晚了，我再帮你。又让我遇到了，实在是不好意思。哎，那边有人，是辣条。别打，别啊，乔治，我俩合作，奶瓶布丁组队了。那你行吧，我临时和你组个队。别打我！这个粉子怎么又复活了？躲不掉的。哎，奶瓶和布丁走散了吧？给逐个击破了。想击杀我？不可能。拜拜。啊，小王子，你居然打我队友，看我怎么好好教训你。来啊来啊，我正愁找不到你呢。那我等会儿再来。不是吧，这么怂？哎，我又回来了。奶瓶，有枪吗？来把枪吧。哎，别打了。不打，不可能，吃我一炮。啊，不是吧，我刚不活。林布丁，我飞过去，现在的血量不健康，子弹也不够多。奶瓶准备，警戒。小王子在我们的房子上面，还敢露头，我的血量不好，先打药。要出圈了，赶紧走。呀，奶瓶布丁，狗带吧。啊，我怎么又狗带了？啊，可恶，奶瓶，我为你报仇。不好意思，黄雀在后哟。辣条，游戏结束了，我请你也狗带吧。啊，不可能，我才是第一。看来你们只会吹牛啊。我赢了。